期我们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让你再来表演一次，对吧？我这个题太吃亏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也我也不知道。K K 过来第一位啊 ，K K 老师你来看看，这个我也不懂。对 ，K K 你过来，哎，我过来这边，你比他的，他比你。好，有请。好，你关起来了。哎，刘总，怎么跪下来了？跪下就好像十八王公那只忠犬，有没有？飞跃星期天。再加上我们开场阿兔精彩的表演，今天以后大概这部是满汉全席哦。哎呦，这美肤成语说得好，博大眼，还会把这个表演节目形容成餐点，哎，但是一点也不错，那真是秀色可餐，让您垂涎三尺啊！哎呀，光说我们今天这个飞跃秀场的人物，请到的是小家碧玉。大家熟悉非常甜美的蔡幸君来了节目中，哎呀，真的蔡姐来，我跟她很熟啊，哎，你也熟哈，对啊，很熟啊，还有我们的那个飞跃魔术秀，哎呀，现在不得了，听到港台两地都很红的吴倩莲，哎呀，要来变魔术给大家看了，对，从来没有变过一个大家都没有看过的魔术，哎呦，那稀奇了，是，还有我们这个飞跃一窝蜂呢，我们上次有请到灵异大师，还有那个和尚，还有尼姑，这次请到是当。哎呦，那有很多问题都问得很绝的，都可以待会儿节目中给你看到。我就好奇，是怎样那开档啊？是是，那马上就进行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。我们还是依照往例啊，请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各路人马来到节目中。走，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欢迎侯伟华、宫崎骏、张学友、王俊凯、李杰胜、吴敬良品。小怪，你们有没有发觉啊？我们的参加我们那个酷比酷单元的嘉宾啊，一集比一集多，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来考验一下自己的内裤的程度。你们知道他的意思吗？了解吗？啊，他做的是什么？啊，内部。内部。乱讲话！明明说的就是内裤的长度。内裤的长度。内裤的长度，有人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哦，医生，他应该说是耐裤的。哦，还是红杠来他撩盖红杠的高音吗？这句啊，旁边这位美女啊，对不对？宫崎骏，真的好，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来这边。哎，最近就比较瘦一点的王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啊，我们这两位这个是吴印良品，来介绍一下两位分别的大名，好不好？哎。我是光良，我叫品冠，所以无印良品其实里面有我们的名字，一个良，一个品，王光良是吧？到台湾了，千万不要让人家用台语把你的名字倒过来念，亮公公啊，加倍。哇，今天这么精神的，哦，没有，这个快圣诞节。好，我们旁边这位是张翠蓉，哎，张哥好，张哥好，李杰胜，欢迎他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那两位 postman， 哎呀，小哥好，小吧 postman， 你好，妈妈好，哎，金贤哥好，还有文明哥好，我们是 postman， 我是 postman 的林大靖。我是 Postman 劳光宇。好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来跟我们参加这个节目呢。首先，赶快来进行我们带来叫做“酷比酷”。马上要那个。
觉已经很冷了，站了。要酷刑了，挂梯搞啊！直接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们今天稍微有点改变了哦，这个方式有点不一样。变得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把这个剧情给串出来。哦，现在是有剧情，后面的来宾一个一个一道关卡一道关卡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越来越难，会越来越难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特别来宾呢，如果呢他能够在答对一题的话，那就是他可以播 NTV 十秒钟。哎呦，两题就二十秒。哎呦，往后来呢？不得了不得了，算了，对呀，全力以赴。当然，他要站在边上很久哦。因为看到所有人表演完之后，他还要来看答案对不对，还有美凤姐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是如果我们来宾啊是没有 MTV 那怎么办？好像我们的孔锵老师一样。怎么样？不错啊！那那那，赞赞赞赞！我们张卫健多体贴啊！你又不打歌，那如果说你表演得很好的时候，其实没安装啊？我有啊，谁说我没有 MTV？ 你有 MTV？ 啊，我现在出唱片了。哎呦，吓死吓死！什么表情？这太激烈了！表情太感动了。对，又增加一个生理筋的。千呼万唤始出。所以我们从孔锵出唱片这件事情就可以体会到，国内的经济指数真的是亮红。那小哥酱油，孔锵既然第一次出唱片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能裸体躺在这边躺十分钟，我们免费帮你播歌播十处，怎么样？裸体？他能看吗？我们会打马赛克吗？有一层的。刚才在后台，他还说他最近要拍一个那个，我去写真集了，都摆好了。你的写真集身上肯定要盖很多印章哦。拜拜，重展场。第一个事先是谁上去的？哦，王运婵，王运婵啊！现在呢，我们请这五位特别来宾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题目是什么。好，看完之后马上再转回去。王运婵不能偷看哈，没有偷看。王运婵现在就要站在冰上面，哪有？好，我们现在计时开始，老师音乐。跟谁？跟谁？公鸡群的答案是嫦娥。石飞跟嫦娥，哎呀，这个呢？脚踏车不对，斜立车。耶，答对了。在什么地方？两个字。坑洞。不对，答错了。现在下一个，在做什么呢？马杀鸡，差一点。鸳鸯浴，答错了。现在就是有两位奇怪，他们俩表演人家都看不懂哦。都是兄弟，马来西亚来的表演过程，都站在冰山，再比一次给我们王一才看，太清楚了。两个字，阳台，悬崖，可能那个地方跟台湾长得不太一样。悬崖，对了啦，来。洗澡嘛，冲凉、按摩。洗澡要倒东西出来啊。肥皂、沐浴乳、油压。哎，差一点，还差一个字。指油压。一样啊。但是呢，现在答对呢就已经不算啦。好，我们麻烦你一起把它串一次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再看一遍哈，一起来。岳飞，岳飞和嫦娥骑着斜立车到悬崖指油鸭。进行第二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恭喜这个王运婵刚刚可以有30秒的 MTV， 耶！恭喜！冰到现在头好痛，我们这样全身凉到头上。待会儿，今天冷底款。哦，我请一个较冷底，就是咱这孔锵。啊耶！
听说可以治疗香港脚的。那现在谁上去猜呢？哎，无印良品的亮光王亮光啊，王光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同样的呢，我们要请他们来看题目了。翻出来可以把它翻出来，大家看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不能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他看不到。阿婷，你帮我照顾一下，不要给他看。猜题的你要准备啦。音乐开始。我这人认识吗？他不是可以做计数器？来我。好，下位翠柔。KK 彭伟娃。我叫第二个，你叫第二个是叶子妹吗？叶子妹，我可以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下去了。这是成反比的，你还猜得出来啊？没有，他比得很好，他比得很好。好，然后我知道第四个是金字塔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下去下去。然后是第五个是什么吗？是那个古筝吗？啊？不是，这个打麻将吗？哎，孔健老师，打麻将不是打麻将，打牌，啊，扑克牌，答错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让你再来表演一次，对吧？我这个题太吃亏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你们我也不知道。K K 过来第一位啊 ，K K 老师你来看看，这个我也不懂。对 ，K K 你过来，哎，我过来这边，你比他比你。对不起，好，你关起来了。怎么跪下来了？跪下就好像十八王公那是忠犬，有没有？不要跪着，站起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请 KK 来表演第一题。这个我可以比得出来，我担心他猜不到，因为他可能对台湾音乐不了解。他就是，他是这样子唱歌的时候是 Michael Jackson 啊。我也知道 Michael Jackson。不知道，还是猜不到。好，猜不到，没关系，先猜李杰森的那个。好，先猜李杰。老师，请音乐。他是地点吗？骆驼。这个联想很厉害。就刚才猜对了。好，孔健老师，麻烦你啊。老师。品牌怎么会对呢？不是名牌吗？其实还好，但还是没有答对。好，我们就麻烦你从头串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也请每一位再把你的题目表演一次。好，老师音乐来，再来一次，来去就定位。你自己说，一题而已。哎，不过不能怪他，两题。所以马来西亚来台湾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们台湾的文化，因为马来西亚天气太热了，真的吗？太冷了，又太冷了。送你两块，背回家都无所谓啊。好，现在二十秒，这是 MTV 啊，好，恭喜你，好，我们进入第三题。我们就请麻烦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题目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猜的呢，我们要请 KK 来猜。请各位定位了，请就定位，麻烦你们都站好。老师，我们现在音乐开始，来。好，来继续。记住了。好来，阿呆，王俊成。
经把它讲出来。风心群怎么那么难看？这个是，基洛里维。哎，对不起，答错了。哎呦 ，Madonna。骑脚踏车。这个脚踏三轮车，三轮车，然后在健身房生小孩。请问马丹娜跟谁生小孩？跟这个很健健美先生，很壮的外国明星啊。报告长官，给你一个 tips， 是卡通人物，卡通人物大力水手。耶！从张惠健跟 KK， 同人物他都听得懂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请这五位呢上来，继续把你们这个所有的题目 run 一次，麻烦你串一次给我们知道。好，是来我们音乐一起来，第一个跟着音乐哈，第一个来。大力水手跟这个 Madonna 骑的这个三轮车，在健身房生小孩。谢谢彭伟啊。小金天现在要表演啊，李杰胜是要负责来猜，麻烦你们看一下题目，来看题目。李杰胜好老实啊，马上转过去不敢看。好，看完之后麻烦五位就定位，孔康老师，没问题吧？注意的看哈，用力的表演。几个字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心情三个字，好，来好，我试试看。第一个是蜘蛛人，差一个字。蜘蛛侠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好可惜。猪八戒。那个是云霄飞车。Yes。电话亭。烫头发。麻烦站好，我们让一次来把答案告诉我们。第一个，我告诉你答案好了。继续。蜘蛛精跟猪八戒坐着云霄飞车，在电话亭里面烫头发。正确答案，没错啊，总共答对了四题。那个蜘蛛太煽情了吧？秃是吗？蜘蛛秃那个简直是第四台。要不然这样子，婷婷你来表演一下，蜘蛛精该怎么样表演，好不好？麻烦今天就这样子表演就好了。不好比，你那个蜘蛛精是公的嘛？怎么分呢？当然分公母。公母是怎么样？金公的蜘蛛精如果母的，对，也是蜘蛛做的像，那少一样煽情。蜘蛛精是母的，等一下，公的是怎么样？公的麻烦。就是他刚刚是公母。我看你第一个是狐狸精，你知道比较像狐狸还有尾巴。张卫健，你穿个手套在脚上干什么？什么手套？我们说这个五指袜是可以治疗香港脚，比较不会有香港脚。乱讲，听说男生戴了会变成五指西瓜的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各位的光临，谢谢，谢谢董亮老师，谢谢。好，三个月继续很飞跃。